龟报道，小龟、小凯，龟龟系列。2021年8月7号，小凯、小龟归来，凯旋归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来，六三幺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。今天我们去。楼下那间水族馆买了这两位斑龟。好，那我们先要我们以前养锹形虫的，是这个吗？有两位。好的，这个啊，他很期待哦，他们现在已经不爬了，可能他已经好，那比较出来。我们因为他会像龟一样。他摔倒了。我不能为虾米虾米重啊！好，那我们这个石头因为有点太大，所以呢，我们以后要去捡一颗石头呢，然后呢，让他们可以到岸上休息。姐姐，你看，他可以进去洞里面休息。你看哦，这是你以后的洞。那你不理我？那你看哦，你以后的家就在这哦。他看呢？对，他们两个都。所以，我看一下，来伸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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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起来，头起来。哦，小凯，他是小龟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把其他小碎石放进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要让龟龟，不是小龟、小凯他们进去。来，怎么分啊？小凯，你看他这个头，他上面这个，来，我让他这里哦。他上面这个头这里斑点比较多，比较黑。哪里斑点？他头上有个那个圆啊，有没有？那比较深，比较多。等他出来再照好了。袋子里看不到，这只叫什么？小凯。那你要怎么拉出来？要抓的，要抓的吗？要抓的吗？它会爬吗？自己爬。对。它会咬人吗？不行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！好。哇！现在这只太小了，养两只太小。然后。那个石头太大了，石头太大了。把那个拿走好了，把那石头拿走好了。那个大颗石头，他不要压他。他们走在旁边的那个石头给我，我拿。好，被压了。看，走在旁边石头上面就好了。这水好像太低了。没关系啊，水最后再来调整。因为他现在已经那个有休息的地方了。你说他什么？他的斑纹比较多的，就是他那个头这里，这里。它那黑色的比较大，然后它就是小龟就是比较小。把它抓出来，用手放进去。它在熟悉环境。这样可以啊，这样可以，这样这样可以。那个大贝壳他们就可以上去休息。不要动。来，我抓给你看。有了。放我手上。这样子有没有？好可爱啊！它头上黑黑的哈。对啊，然后它的比较多，你看它比较大。我把这个送过来。你看，不要放。你放。那安全吗？它脚在那。这只龟的壳比较那个。那什么花？那个花纹比较立体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啊，这只，这只，哎，这只头比较大呢。头比较小，头盖，我在骂他。
过不去。哎，它爬上去了，你看它去那里休息。对，它爬去了。所以这个可能在。所以刚才那个大石头放进去，你盖子没盖，它就爬出来了。它可以攀到外面，但是上面要再多一点，因为它你看这个壳都还没。这样一点。OK OK OK。好，这样它们就可以游泳。反正到时候我们再去捡石头。他说水多太多，他们翻不过来。对，水太多，他们会浮起来就翻不过去。整个量都来靠石头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来玩石头。那是珊瑚，不是石头哦。想让他们熟悉环境一下，来，我们来吃饭了。在这里哟、哦，谁？哎，妈妈，它在靠墙游泳，它在扶墙游泳。真的哎，你看这只都会游泳，它现在还在扶墙游泳。然后它爬上来了，它在看你。你看它头都抬起来，呼吸，对不对？就看你。对吗？头抬起来。好可爱哦！宝贝在这里哟、哦。他们是谁？乌龟啊，乌龟。干嘛不乖呀、啊？因为我要有仙人掌。我从那边拿石头。要喂他们。哎、欸，给他们熟悉环境一点再喂好。等一下，我们吃完饭，他们再吃饭。对。他们也想吃饭喽，但是直接把东西丢在不是他们。姐姐，你脸可以再下来一点吗？没有看到你的眼睛。不用，不用把它拿出来喂。啊，算了算了。有点饿、嗯、好。这个是他们的饲料，乌龟饲料。妹妹，你要60克。妹妹，你要养乌龟吗？为什么？你怕乌龟吗？它会咬白贝，它不会咬白贝，会，不会，白贝你不会放进去给它咬，跟鱼饲料一模一样，来咬吧，跟鱼饲料一模一样的味道，哎，让我想起来，妹妹你害怕乌龟怎样？咬白贝？不是啊，你不是害怕乌龟从壳里面爬出来吗？这个疑惑已经解了，现在就是怕它咬白贝了。对，他那天问我啊，那只有卡通才会壳才会脱掉吧？对啊。喜欢我的片记得订阅，我每天晚上6点都会上线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啊，记得我的乌龟嘞！小凯、小龟说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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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